椒乖乖，八九雁来，爹也会来。九九加一九，耕牛满地走，爹带咱们回家走。哎，是不是像？是不是爹真的来呢？
说，叫娘一定要把海龙哥救出来。你不去说，我去说。哎呀，丫头，你别烦你娘了，啊。咱们先回岛上去，以后啊，再想办法救海龙。啊，等回到岛上想办法就晚了。哥，你不是说海龙哥不愿意给顾四爷当儿子吗？你不是说他是为了救你才落到顾四爷手里吗？你也不打算救他了。哎，好，你们都走，我一个人留下来救海龙哥。
夫人，船就在前面，上船吧。我们这一走，怕是以后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哎，远儿呢？嗯？哎，小远刚才还跟在后面呢。二九啊，想要伏击四爷。元儿，你娘这唱的到底是哪出啊？她胡扯，我娘真的回岛上去了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我胡扯，我是亲眼看见梁桂凤的人埋伏在科尔基监管外面的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四爷请放心，汉武已经带人在那儿设下埋伏了，只要梁桂凤一露面，就给她来个一网打尽。哎，你想要去你娘那报信，你不说你娘不可能在那儿吗？远儿，看来我不给你娘点颜色看看，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回来。一九二九不出手，阿娇姐姐怀里搂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有饭一人吃一口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想要什么都会有，七九河开，阿娇乖乖，八九雁来，爹
你怎么会唱这首童谣？我在问你话。是我娘教我的。你娘？对，我娘。你娘她还说了些什么？没有。你跟不跟我说实话？我娘真的是什么都没说。可我看得出来，她就是这首歌里唱的阿娇。阿娇。马上备车去纪检官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许去，去送他见阿虎。
下去了，不能，不能。把你妹妹带走，还有急吗？